者冯一鸣台北报道，很多人提到谢佩恩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妈妈赖佩珊或嫂嫂隋唐。其实谢佩恩更喜欢做自己，甚至是随心所欲，爱搞怪，爱很怪的自己。天生就开朗又活力充沛的谢佩恩，一开始拍照就像是上进八条的兔子，一刻也停不下来。他甚至会在工作中突然大声唱起自己改编的歌曲，就算别人侧目他也不在乎。而且在镜头前，谢佩恩绝对是敬业的，无论各种前卫造型与动作他都会100%配合，一双大眼睛闪呀闪，充满了孩子般的好奇心。如果要用颜色来形容谢佩恩，他觉得自己绝对是蓝色，因为跟他不熟的人会觉得他很冷，不太好亲近，一旦混熟了就能看到他可爱的一面。甚至还有朋友说，原来谢佩恩那么幼稚哦。谢佩恩觉得自己也很像变色龙，很善变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他喜欢随心所欲，而且他笑说自己有金鱼脑，很多事情都很健忘，多到他都想不出来了有哪些健忘的事。双鱼座的谢佩恩认为，所谓的酷就是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就改变自己，做自己就是酷。谢佩恩喜欢用唱歌的方法聊天，都跟提供天性乐观的谢佩恩总是用正面能量看待一切。都跟提供虽然是双鱼座，谢佩恩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双鱼，还有些强迫症。都跟提供